小猫和小狗去爬山。今天天气很好，没有风也没有雨，但是天上有很多云。我看到公园里有很多人。朋友说学校里现在没有人。我说学校里有很多书，我喜欢书里面猫和狗的故事。有一天，小狗想去山上玩，于是小狗就叫着好朋友小猫一起去。小狗说，我想玩水。好吧，但是你要小心。小猫说，山上有很多狼。小狗说，我才不怕呢，你看，小鸟在上面飞，小鱼在水里游，多美好的生活呀。突然咕咚一声，小狗吓得说，哎呀，狼来了。小猫说，哈哈哈，这是水里的鱼在你的后面跳。你不是说你不害怕吗？小狗不好意思地笑了。谢谢大家。